今天换另外一间酒店住宿，为什么？因为昨天那间酒店啊，稍微的感觉不小心踩到雷了。这个是家庭房，有两张床，一个在里面，一个在外面。啊，这是厕所卫浴的干湿分离，还可以。那还有一个厨房，但是没打算在那住。哎，还有一个大冰箱。基本上 OK， 感觉蛮安静的，这个可以 OK， 好了，一个睡主卧室，一个睡客厅，那谁说那边呢？我睡这里，我要睡这里。啊，被人家赶走了，被女主角叫我要睡这一间，她要睡外面，好吧，那随便。不错，对啊，我睡在外面好了，睡里面，因为那边我可以。可是今天没有电脑，电脑送修了。OK， 很棒，满意。这个一个晚上才300多块人民币，非常的。309人民币。那知道住的房间是在这里，那逃生梯正好在电梯一个旁边这里。一般我们入住酒店的话，就要注意这个这项工作。除了这边还有一个，这边有两个，这是比较安全的。另外，好的，这就是家庭房，还不错。终于有冷气了。